在3天前，爆料革命经历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一场这个事情，特别是 G20 之后吧，关于普京的身体啊，俄乌战争啊，包括哈美内伊身体状态，伊朗革命，特别是对德国总理访华之后的整个的信息的爆料，包括 G20 整个一系列的事情，大家现在发现没有，习同志现在有没有在沙特呀？他在哪儿呢？在医院，他在医院对我们是最不好的消息，太早了，真的，他太早了要再去医院啊。金上仪，这有一本书，大家上网可以查得到，这本书的印刷公司出了一本金上仪的，就是所有的模特还有摄影活玉图水玉图，这本书里边呢出了一部分，应该是含我们彭丽媛女士的十几张，据说当年把这个原片给买回去了啊，张宏伟是花最多钱的，出了大价钱，好好席啊，彭女士的很漂亮啊，嗨的，除了脚丫子修复之外没啥修复，